妈！哎呀，哎呀，哎呀，回来吧！哎呀，笑死我了！还有我一句。和尚，你得给我等着。哎呀，谢谢爱你宝贝，感谢感谢。整挺好，真功夫那必须真功夫，家人们演得多好，演得多好。现在往地上爬那两步，谁能整？谁能整？啊，就那两下子。嗯，哎呀，你给我等着啊！今天我要是不掉个火箭，我正好这不蹲你几百吧，正好拿你。兄弟们，终于看个节目，咱们不用演节目，太好了。咋不用演了？你不得给我配合呀？关键是啊、哦，对对，配合一个、嗯。不是，我说的意思，终于可以看人家完整的演一个节目了。昨天晚上我就演一晚上了。哎呦我的妈！说吧，配合个什么节目？花桥流水，还是来一个？那花椒流水也可以，你把那个穿上，带小辫，小辫。我演女的还是演男的？我这个样子，你说你也啥？我都被你这干成这样了。哦哦哦，配合演节目，好，明白了。这和尚太不正经了，那这今天落他手了，你说这把我整的那四不像。你给我等着啊，给我等着，你啥时候落我手了？我这指定那毛都薅。浑身的毛都不是。哦，咱俩是演两口子吗？谁给你俩口子？谁给你俩口子？不是，你不是让我扮演女的吗？那女的就俩口子呀，你配得上我？啥歌啊？什么歌？花椒流水是吧？对，花椒流水。好，来一个农村版的。对，你要长辫儿啊，长辫儿，知道吗？来，家人们把赞赞点一点，感谢一季哥的红包，赞赞点一点。哎，有，哎呀，哎，稍等片刻啊，马上大美女，马上就必须得出来，大美女，你还大美女嘚瑟，嘚瑟，哎呀。花桥流水，我不知道他演什么玩意。对呀、啊。两个活宝，他整我了。今天晚上我心里不服气、啊。你是王大娘介绍的那个三阿姨吗？是安，你是不是安达主哥？嗯呐，达主哥，老妹儿，嗯，哥，大柱，老妹儿啊，哎呀，大柱哥，你别老是夹着，疼，肥大吗？是。疼，你夹着，但是它好使。疼，好使。大树哥，嗯，
咱俩来一圈不？那可不对嘛，来一圈花桥流水，你会不会呀？咋流水？就呼啦啦的水。那不是尿尿啊？嘘嘘，那是。啊。你中不中？要是咱俩有默契，咱俩就成了。可以，那试试咱俩有没有默契。好了。好。家人们，咱们六六六扣一波。好。来吧。必须的。春光早喧闹了枝头，花瓣颜色好，阿妹更娇羞。看那春水流流过小桥头，风吹歌声飘飘过吊桥楼，吹起我的芦笙，妹妹你唱一首。等到太阳落山，就跟我走，带上我的米酒，哥哥你尝一口，甜在你的眉上，醉在我心头。早喧闹了枝头，花瓣颜色好，阿妹更娇羞。看那春水流流过小桥头，风吹歌声飘飘过吊桥楼，吹起我的芦笙，妹妹你唱一首。等到太阳落山，你就跟走，带上我的米酒，哥哥你尝一口，甜在你的眉上，醉在我心头。月亮出来了，就是一条船儿搁浅了，船儿搁浅了，妈妈回家了，妈妈回家我就想她了。太阳落过了，月亮出来了，就是一条船儿搁浅了。山，你就跟我走，带上我的米酒，哥哥你尝一口，甜在你的眉上，醉在我心头。吹起我的芦笙，妹妹你唱一首。等到太阳落山，你就跟我走。感谢小生给人家真好，太好了，有默契。今天晚上我就是你的人了，大柱哥。我不要。大柱哥还肥大的呢。大柱哥，我可会伺候人了呢。等我消肿了吧。揉一揉。
哎呀，你赶紧去吧，那傻逼呀，你赶紧坐下来喝口水，快点。哎呀，哎呀，肉麻。哎呀，哎呀，谢谢亚兰君姐姐，感谢亚兰君姐姐，谢谢亚兰君。点点关注，家人们啊。点点关注啊，李佳慧点点关注，点点关注，谢谢谢谢刘星，感谢刘星的支持。看看是啊，累坏了，累坏了。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兄弟们看，卖不卖力气？卖不卖力气？家人们，冲着我们卖力气，给我们俩点点关注，家人们，好，把豆的关注、佳慧的关注一起点一点。点点关注了，点点关注，发个红包，哎。喜欢我们两个，谢谢家人们关注，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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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谊无价，把关注走一走，兄弟们，关注点一点，关注点一点。哇，感谢感谢感谢，谢谢大家的助力啊！我跟佳慧是才艺上就是主播当中的好搭档，今天没想到落他手了，哎、被他那形象都干没了。没事，你还有啥形象？形象我怎么没有形象啊？你看我都变成什么样了，我还形象？我这，我这都啥样了？我都。那你能变帅气吗？我可以变美丽。我必须得变帅气，说帅就得帅，说丑就得丑。卸妆。叫板，跟咱叫板的兄弟，这是要叫板的，这是。好。好。我倒不相信了。来，家人们，谁好看？兄弟们，评判一下，看看谁好看。说变咱就变。大闸蟹的绳子我不要了，大闸蟹的。欢迎大家来到唐长老的直播间，一起来点点关注。哎呦我的妈！谢谢上榜的家人们，感谢大家 ，Thank you。还得戴上眼镜。现在的还是古代的呢？现在啊。小白脸，说谁小白脸？说谁小白脸？死鬼，挠你！许文强，错，我是许文强的弟弟许流氓。感谢大家的关注。说实话，我轩哥说的啥实话，兄弟？谢谢大家，感谢。太帅了，不安全。嗯，我很安全，放心。嗯
美女，能请您喝杯咖啡吗？家里都有。家里的没有外面的香吗？你以为你的一杯咖啡就可以打动我吗？不仅有咖啡，还有卡布奇诺。哎呦我的妈！啊，不稀罕呢。就我这颜值，这身材。不是，关键是美女说话怎么，赖赖唧唧的，是什么意思呢？哦，是从香港过来的呢。好、把舌头捋直再说话。香港啊，到底来自哪里？大东北。对，说实话，要不然容易挨揍。就这一出，能否请姑娘一起跳上一曲？能不能整啊？日夜我们谈恋爱，把你拥入怀，是你随意的摇摆，是你止不住的猜。如果我们谈恋爱，春天花儿开，不再傻傻的等待，余生为你而来，敞开我心怀，也想深情的舞蹈如此的妖娆，既然不想喝咖啡，那能请你睡个觉？不是，去球吧。能否请你一起看个星星，然后早上再看个月，看个太阳吧？现在我突然觉得你配不上我了，我舞都白跳了。看不起谁？去球吧。哎呀，一不小心把大实话干出来了，倒可以，美得很。你看看，人家都说我好看，演男的就像男的，演女的话，哎呀不差事儿，腰着着舞姿，迷人的身段。是不是啊？师傅，我只是不想把我的美就是特别容易展示，我怕人家觉得我是靠颜值吃饭。是，怕都爱上你，然后你无法收拾，然后不知道该选择谁。对，他们争风吃醋，我真的好难。我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家大哥难道没有一个动心的吗？给点特效啊！给点特效啊！怎么没有？哎呀呀呀呀！啊，怎么会没有？太吓人了！谢徒弟啊！我过去，轩哥，你是不是已经爱上他了？谁看上我了？哥，你来吗？难道你忘了吗？咱们俩那一夜。谢谢俊阳，哎呦，感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看上我的那个两下子，感
感谢，真棒，受了大受大的感谢谢。好不容易呀、啊，太难了，谢谢龙哥。哎呦，你看看，一说的话，大哥们就来了。兄弟们，咱们为啥这么可怜？谢谢蜜橙，感谢点点豆的关注哈。发个福袋是不？刚发完呢。谢谢我简爱哥，刚发了一个福袋，再发都赔本了。没办法，就有这个魅力。两下不行，要几下。别闹，那是你身体好。谢谢邓岩的红包，感谢谢谢我的。不是可爱，是揩油。好的，我选。感谢感谢，家人们给我点点关注，给那个和尚没毛的那个，哎，关注顺带点一点。谢谢。反正不要钱嘛。哎、喜欢豆妹的给我点点关注，家人们哈。啊，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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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豆妹的话。非常好的一位搭档，真的是，他来啥我来啥，我来啥他能配合啥。咱两个不用说，默契到就是，就这个。No problem。啊，默契到就是那个，但是他的头上没有毛，我不可能默契到我头上没毛。那倒不是。谢谢子子相轩，对，其他的我们都能配。哦，黄金搭档，男女配。哎呀哎呀哎呀，配。哎呀，还撒娇了，哎呀，我的老天爷。是再斗一把，还是咱们就走了？不是，现在几点呢？37呀、啊，再走俩人，要不？好，再走俩人，然后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着？凝聚力了，我两次都没了。我的两次，一次给了你，一次给了老头。可以。哇，怎么没有人气高的？找吧。你有没有好玩的？也不一定要人气高的了，我这现在要求也不高了。能演节目的是不是？对，能演节目的。现在老涛也只有2000来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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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滴哒滴哒。点点看，看他们接不接。好。还有谁？不行，不接麦，估计没条件了。你看看你那边有人吗？我这边其他都没有了，都几百个人。你看看，你看看。老卡吗？老卡在吗？我看不到他。弟弟哥哥。大脸萌萌，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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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先点个关注啊。好，先点个关注。妹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再找一位。上次一别，寻你寻了好几天，找不到妹妹，心里哎，不得劲儿。找一位。好。妹妹还有机会吗？有啊，还有一把机会。哦，就玩了一把。那我没机会了怎么办？凝聚力。和尚你再找一个。凝聚力应该差不多。什么叫凝聚力？就是打那些小礼物心愿单。不是那些，就是 PK 的方式。哦哦哦啊。再找一位哦。我再找一个，我再来。要不我找一个也是，表演型的一个姐姐，我看看她接不接。好，表演型的可以。要婉儿来了，嗨，婉儿。好久好久不见你。我好像不能 P 了。凝聚力可以的。那个憨豆小姐姐，她也不能。他说我们就玩那个。可以。师傅、这个、你在看什么呢？我被你的美艳所吸引。哎呦哎呦，真的是。还有你的大肩膀头子太性感。真是怕你亲的手找不着地方，所以长得大了点。好
好粗壮，好威猛，哎，我喜欢，肯定可有劲儿，肉多呀，我喜欢有劲儿的。哎呀，怎么挂上衣服了呢？哎呀，哎，谁能帮我解一下？他俩真的是，我的妈！行。咱就咱们四位吧，好不好？行，一二得好，一要得三四，一二得三四啊，对，好，得一下啊，嗯，好。关键有人是电脑播，婉儿是电脑，大脸萌是电脑。啊，对，我俩是电脑。电脑，得三四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凝聚力也不行啊。凝聚力，这个，就看左上角的这个。这个数字不是也一样可以打吗？对呀，我们也有那数字那个。哪个数字？打分数啊？就是，对，打分数呢，是不是也可以？打分数它，连线中怎么打？现在就显示我们的分儿了。现在那个憨豆是，对，我现在是100分。就这么，然后我们打个10分钟呗，就当是。好。师哥也行。好。啊把啊，好，连线中现在是2分钟，往上是2分钟，好，打到12，打到12，好，好嘞，好嘞，咱们把分数减掉啊，关闭了，嗯，好，好好好好，刚没给大家喊完啊，刚刚那个喊麦，那个玲珑塔。怎么能打分？投票啊，现在到12。投票不行，刚才那凝聚力投票的他们两个是电脑发不了，发起不了，现在只有这个了，只有这个右下角这个分数才算数。右下角这个分数可以，右下角这个分直接就可以干。这个就可以，这个我现在是10000，就看这个分，就看这个分，但是我现在没有票，我刚才就10000，知道吗？我的底数是10000，10000上才上。谢谢我徒弟，感谢我沙豆姐，这个是10000，得减掉10000分，得减掉10000分，底数是10000。愿相守何必还苦苦强求，我偷了黄昏的酒，饮一杯寂寞的愁，看时光如水奔流，带走你温柔，人生有各种路口，谁有谢谢徒弟，只要说珍惜拥有，何必再贪恋以后，感谢徒弟。榜一朱小总是我徒弟，家人们点点关注，是龙哥，咱们点点龙哥的关注。一个人迎着冷冷的秋，咱们点点关注，给榜上的大哥大姐们一起点点关注，926的家人们动起来。忽然想起某年某月某些时候，谢谢我趁虚界的爱你烟火，谢谢朱小总，感谢徒弟，谢谢我叶子姐，感谢我龙哥。榜一榜二榜三，咱们一定要把关注给点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现在我是8000分啊，大脸毛是第一，他只有100分上的。谢谢我蜜橙，感谢我蜜橙小宝贝。哦，欢迎傻哥，谢谢傻哥，感谢我晨曦姐。相亲相爱相互迁就，到最后还是松开我的
手。来，就没有条件一起助力了。谢谢小鱼啊，感谢我姐。年兽花炮，哎呦啊，这个挺漂亮。咱们有年兽花炮，一人出一个。要不要年兽花炮的？咱们一人出一个。谢谢朱小总，感谢徒弟。感谢红度哥，谢谢红度哥。现在我们是第二名，现在我们是第二名，第一名是大脸萌，他是一万三，我们是一万二。谢谢我小鱼姐，感谢我小鱼姐啊！谢谢朱小总，感谢我徒弟，谢谢我徒弟，谢谢我美弟，感谢我美弟，感谢大哥，谢谢大哥。咱们小礼物哪怕一颗小行星的咱也算一个人数，一颗小行星咱也算一个人数。谢谢我龙哥，感谢我龙哥，把二龙哥家人们点点关注，快9166家人们给上榜的大哥大姐把关注给搂上来，9166家人们点点点点榜上大哥的关注，来，也是对道的一个支持，家人们。谢谢我梅姐，感谢我梅姐。我突然之间看到自己这么美，怎么有点不习惯？啊，怎么回事？就突然之间发现我有颜值了，这衣服一换，这头发一飘，哎呦我的妈呀，这身材真的是，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好看吗？这么好看怎么没有大哥来？真气死了，白搞了，是不是啊？你们说呢？这裙子怎么就白换了？裙子就是白换了吗？我这好不容易穿着这条裙子。谢谢土地啊。想不到的事儿太多了。我的帽子呢？黑帽子呢？大哥们，我拉不到票，我就要发嗲了。我一发嗲，大哥就来了。发现你们现在发现了吗？你们在网上楚楚的话，我自己上了啊！谢谢我徒弟，榜一是我大关门大弟子，咱们点点关注，他对豆妹儿的话真的是特别的支持，嗯呐、啊，对师傅真的是一心一意。咱们也给徒弟点点关注吧。家人们能够上的哪怕一个小心心，哪怕一个棒棒糖的，咱们助力助力，冲冲冲冲，大和尚。这和尚等一下又要偷了，他又要罚我。你们刚才忘记了吗？他是怎么整我的呀？你们真是的，那和尚落他手，他等一下又要整我呢。欢迎我徐总，你们真的快点啊，还有一分多钟了。
我这是24000。谢谢徐总，他们是30000，我们是第二吗？啊，喊半天，第二也行了，第二就行了，不是一二怼34吗？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榜一朱小总，谢谢徒弟，咱们给徒弟点点关注。朱小总，榜二是龙哥啊，咱们龙哥点点关注，来给龙哥点点关注，家人们。笑看风云哥、红都哥、灿西姐、叶子姐、印记姐、九四小鱼姐、沙豆姐、残余姐、梅姐姐、佩尔、蜜橙，我还有我徐总，哦、感谢感谢感谢，谢谢大哥大姐，豆老二啊，豆爷你来啦，豆爷你故意的。看好了豆儿了啊，豆爷啊，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豆老二挺好的，我也不用受罚是不是？嗯，我要怼和尚。嗯，妹妹你是第一名。我是第一名吗？我看那个憨豆妹妹她是豆要减一万分。我有底数高，基数多。哦，那是这样的哟。那咱们就，你来吧。我能来啥？就大家一人表演一小段节目嘛，好不好？我也不知道。老大说的算。这么温柔吗，妹妹？是呀。老二可不像你那么温柔。老二看起来也很温柔啊，很温柔的。我没有话语权，我是最后一个，你们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们那老大都发话了，我能说什么？婉儿姐她叫你妖怪，我听见了。她想得到我。是，我也觉得她看你眼睛都直了，真的是。眼珠子掉下来，我都没有离开过她的身上，小眼睛。嗯，行吧。老大都说话了，那还能说啥呀？上活。第一次看见豆妹这么温柔。没有办法。那就从婉儿开始吧。我这套装束。师傅与豆妹用的一个杯子吗？我也不知道，好像我们俩杯子一模一样的。是我喝过了以后送给他的。哇，情侣杯耶。哎呀，这他俩这杯子真的一样。哎，看破不说破 啊妹妹，我找个玩儿，我不说，要不然我直播间玩儿是为男生啊，明白了，我是男的，不要把我当女人哈、啊。但是她美的比女的还美哈，来，是的。哎呀，和尚这个比你骚，不是比你有风情，比我浪，你浪，不是他，呀哈。哎呀，这衣服能这么穿吗？哎呀呀、哎、呀！婉儿，你这怎么都不对风吗？哎呀！哇塞！哎呀，他还露着肚皮，他。哎呀！你说露肩膀就感觉女人别白当了，我感觉真的 是、啊。妹妹，你给他放大屏、快点，可以吗？放不了，他是电脑。嗯。不行。电脑。电脑。哎，他的身材还老好了，你这咋弄啊？凹凸有致。他其实还有凹凸。对。嘎吱窝刮的也挺干净，你看。对呀、怎么会有凸呢？我也没搞明白呀。哎呀，还挺白嫩。嗯。溜光雪白的。怎么没有汗毛？啊，光了吧？怎么回事？就对呀、啊，他雇佣的挺好的，你甩的多好的呀！哎呀，哇，哎呦，他咋弄的？他怎么还有胸？咋回事啊？哎呦，你这哥哥你太过分了啊！出家人不打诳语。不是，我就看着有点惊讶，我说，哇。太赞了，女人好赞好赞好赞，
我都看不了，我感觉我白当，我不是女人了，我觉得。长得不错。嗯，真的跳得太好了，玩意一顿乱跳啊。咱都没有人家秃得很。啊。啊，多塞一点就行了。嗯，太美了。太美太美，我跳得太好。要人家跳的话，我也不能跳了呀。先轮到唐僧了。唐僧唱一个吧，唐僧。行啊。刚刚演半天了，唐僧接下来要唱一个了。好。你之前没有看过玩儿跳舞。我演个啥呀？我演个啥呀，家人们？我在深情地望着你，早安，我的贝尼比，你伴我迎接灿烂的曙光，迎接崭新的黎明。变成 Michael 了。咳嗽了，怎么一下从唐僧变成 Michael 了 ？Michael Jackson， 萌妹你先来吧，他好像豆换衣服呢。啊，好，那我就唱一小段歌吧。好的，萌妹。嗯，对，我都咳嗽了。萌妹有点不习惯我这身打扮。你们还有多少？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缓缓，哎、我想起这句话，上下都是惊吓了。看麦，不要我唱一段吧，就唱一小段。好，好嘞，回马枪好了。哇塞！搞点水。回马枪送给大家。对，很有才。梅雪争春未肯降，雪却输梅一段香。风中英雄看彷徨，一杆银枪数身旁。歌楼红颜青丝凉，相识一笑梦一场。为你深情炼成将，金戈那天马上战场。我愿为你上手别枪，我学会那本领回马枪。战斗虎豹豺狼，让眉目会在手上。我会站在最高的山岗，我迎着那飒爽回马枪。哪怕余生今世有花
你俩不但有这个水杯，还有胡子，我情侣胡，我不说也有那啥。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这是。行吧，我就随便提议来一下吧。谢谢金晨子的加持，谢谢。好，来个谁吧？谢谢杰公子。哇，真的 Michael 来了。好嗨哦！谁的苦酒醒月光，谁的真心好撒，谁的梦想在流浪，谁的青春不迷茫，谁把热血染残阳，何止可以这样，谁把世纪中行囊，谁把汗水熬成汤，谁把脚掌磨成钢，谁是我，我是谁，时光变成了盗贼，惊扰少年英雄梦，日走天真和雪十二郎吗？啊，太劲爆了，表演的太劲爆了，太飒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飒！你们太优秀了，哎、这才叫细水般变化。他们让我学习，我哪我不行。感谢。咱们点点关注哈，哎，对，一起点关注，都是啊，家人点点对面关注啊，个人都有鲜明的特色。咱们家人小哥喜欢哪个？点点关注一下，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感谢啊，谢谢大伙的关注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下次我们一起玩啊，下次我们一起玩，拜拜吧，俩人，拜拜憨豆，拜拜玉帝哥哥，拜拜。啊，豆妹牛逼呀、啊！觉得豆妹牛了，直接咱们打个牛。谁的真心被拆了？谁的梦想在流浪？谁的青春不迷茫？公屏上打个牛。谁把热血染残阳？谁把世纪装行囊？谁把汗水熬成汤？谁把脚掌磨成钢？谁是我？我是谁？时光变成了盗贼。少年英雄梦，烈走天真和无畏，爱过谁，恨过谁，我们错过谁和谁，岁月犹如东流水，谁已怒骂谁无悔。这个演绎从开场看到现在
没有离开直播间的给我扣个666，就是从开场到现在就基本上都在直播间的，我这所有的节目你们都看到的，给我扣个666，有没有？哇，这么多人吗？啊，我开播你们就陪到现在呀！哎呀呀呀呀呀！你们干啥？那动动手，点点赞呢、啊！来，家人们，速度点到200万，快点！不看也666啊！你就只要看到我这个人就是很溜的啊！不然眼珠溜，不然什么，豆爷你一直在啊！你这死鬼！你这死鬼！感谢老大啊，谢谢，哎呀，谢谢你们的陪伴啊，谢谢。唱歌吗？唱歌，你们点我就唱。但是你让我稍微缓个一分钟，我刚才消耗的体力有点大，今天的消耗体力我可能今天三顿饭都补不过来。啊，今天三顿饭都补不过来，真的很消耗好大。晚上回去我得加一餐。不然的话那体力都跟不上了。谢谢大家。哎，感谢支持啊，谢谢支持。咱们现在三个小时不到。接下来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稍微喘两口气吧。是不是没有听过我唱歌？是不是没有听过我唱歌？你们头顶放的有点脱落，不是，不，这不叫脱落，这长得聪明，这长了一个炫，我的炫长在这里啊，所以是看到好像是有脱落，但是他们说我长得炫长在这边就是聪明，没有听过我唱歌呀，哎呀，没有听过我唱歌，那怎么办？咱必须得拿一首啊。必须得拿一首啊，那不拿一首出来的话，他们觉得我好像是只会演不会唱。来，家人们，唱哪一首征服他们，把他们真的服服了。啊，没听过的给我扣个111，我看看有多少没听过的，我们拿一首来征服他们。来，家人们，点到200万，哪一首能征服？快！没听过的扣个111。你紧握着我的手，你说爱我绝不会放手。有过那痛的感受，喝过这最烈的酒，你给我安慰解忧，你说永远会在我左右。111。哇，好多人没有听过我唱歌，完了，今天我要唱歌了。啊，今天我要唱歌了，你们一个都不给我跑。人生路啊，是不是人生路？人生路点的挺多的呀，人生路点的挺多的，是人生路吗？当当当当当当当，人生路是不是啊？哎呦我的妈呀，怎么都点这首歌呀？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暖声啊，这我自己的歌，先唱一段吧，先唱一小段吧，如果你们觉得不好，你们直接上个飞机让我听哈。唱一段，咱们赞赞先点到200万来，快点儿。
回首走过的这一段旅程，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曾经彷徨过，哭过也笑过，眼前浮现着漂泊的身影。短暂而又漫长的这段人生，不知在哪个驿站我们相逢。曾经付出过，恨过也爱过，到现在留给自己的是什么？有谁能够了解人生的寂寞？有谁能够打开生命的枷锁？这段人生路，有谁陪着我？谁又能把我人生的潮起潮落？谁能知道幸福是怎样的生活？谁能知道快乐是怎样的选择？谁能静下来为自己想过？如何能逃过人生的这条河？哎呀，这位老师的麦。哎呀，大妹老师啊，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的时候我就休息休息，我也是这样子的，是吧？哎呀，格月老师唱歌，真的在抖音界上能够唱过他的女主播，女就唱歌主播，这还真的挺少，真的特别厉害。谢谢谢谢，这个咱们俩怎么玩呢？嗯，都可以才艺呗。咱俩俩人玩呢，四人更好。那你有什么那个吗？有什么就是特就可以的？那你找一位，我去找一位。找点新人。打野去吗？实在找不到俩人也行，这样子的话更那个一下，印象更深刻，你觉得呢？看看啊，先试试来不来，不来就我两个吧。嗯，行吧，那我俩也可以，好吧，咱俩吧，这样印象比较深刻一些，我觉得啊，我觉得是这样，好吧？好的，好嘞，那我闭麦啊。好嘞，最后一场 P 啊，你们看好血条，我给你们唱点歌行吗？啊，迷茫的爱哥说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咱们就来一小段行吗？家人们啊，咱们就唱。就唱一小段，刚刚听我唱人生路唱半段，咱们就可可托海牧羊人咱也唱个半段。可以不？来背景换一下来。谢谢我沙豆姐。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
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和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江苏祁东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寒冬梅，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寒冬梅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咱们好听的打两个字好听，来宝子们，有票的咱们一起上一上啊，咱们助力一下，大票小票无所谓，咱们一参与就好。谢谢我刘一首歌，感谢我朱小总，谢谢徒弟，谢谢毛毛姐，感谢红都哥，谢谢沙豆姐，谢谢小鱼姐。也要唱歌还上人了。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和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江苏祁东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寒冬梅，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帐篷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寒冬梅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心上人，我在江苏祁东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寒冬梅，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帐篷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像寒冬梅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谢谢傻哥，傻哥开通了会员，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哥，感谢大哥，谢谢刘一手大哥，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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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把 PK 啊！我挺想赢的，今天要不被人家拿了，要不就第二。咱们这一把能不能完美收官？能不能完美收官？我实在收不了嘛，那我错，咱们一人一颗小星星吧。现在估计是加成了呀哈，咱们加成不要错过了，13000起。
董爸爸，你疯了？你知道我有13600票吗？那大哥在的时候，你咋不显示呢？路过的大哥大姐有13000多吗？大家都瞅一点，一人一个保时捷。完了，一个人一个保时捷没有，太惨了。保时捷没有，那怎么办？气球吧。气球有没有？面子都没有。气球留一首歌，气球也没有。完了，这太拉了。感谢我沙豆姐。哎呀呀呀，谢谢我红都哥。豆爷，你是不是又掉了？豆爷，今天晚上的网有点……豆爷，你那边的网检查一下来。故意不过嘉诚是吗？打 PK 都不用过嘉诚。豆爷说：“我有这实力，过什么嘉诚？咱就要这往地上打。”谢谢我豆爷。过什么嘉诚？谢谢我老大。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老大，感谢徒弟，谢谢所有上班的大哥大姐们。娱乐局啊，没必要打的那么样，差不多了。来开麦，娱乐局没必要这么。谢谢谢谢谢谢，葛玉老师，开麦，开麦了，就是听你唱歌那个。开了开了，好，我先来。就是想听你唱歌。我来带下我声音啊，唱一段啊，嗓子有点不舒服这两天。好嘞好嘞，你随意随意随意。好，咱们点点关注啊。网上的大哥大姐点点，来把向往声音先给我们对面的憨豆，还有憨豆的家人以及我的家人们，咱们送送祝福行吗？他葛宇老师的那9166的，咱们起飞一波送送祝福，点点关注行不行？家人们，啊，唱歌唱的真的好的，谢谢谢谢。
谢憨豆的家人啊，谢谢杜爷，杜爷，谢谢啊。在每一天太阳升起的地方，银色的声音啊，来到了古老村庄。之外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好听好听。祖先们一生也没有走完的路啊，啊声就改变了大地的模样，模样。哦吼！密密麻麻的山，哦吼！遥遥远远的路，哦。天地间自由的飞翔啊，啊啊声音啊，你把我的思念带向那远方，远方。哎呀，这听歌就是享受。谢谢憨豆，谢谢啊，还有憨豆的家人们，谢谢啊，太好听了吧，谢谢、啊、这个专业的对面唱的确实比豆妹强，那是人都听得着，听得出来，谢谢，你就不用说了，谢谢，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啊？但真是不要面子嘛，咱们给葛玉老师点点关注哈。那他唱歌特别好，谢谢谢谢，我就不用唱了，我就演个表情秀吧，好吧，吵架、哦、好，韩国人吵架，你们看我那个脸色哈、啊、看我脸色，就是看看有没有点啥反应，好不好，咱们来一段那个吵架吧，家人们哈，来。저그런데그얼마짜리샀다고사도라마말하는김에서700얼마짜리싼게뭐대라졌더라매야그럼그게완전히잔조도겠군어캐지무슨혹시그우리를두다고싼게아닐까새까는친것입니다우리를두다싼게뭔용우리집에실어왔지그하나하나좀생긴거보셔누구생각하게생겼는가모두엿기같은거아글쎄아줌마야뭐형님은자기네욕심에서그렇게한다지만얼마나어째일처리이렇게하는가말이야나도어떻게되겠습니까동무다무엇을써야기라지달래기라겠습니까동무같은건아이디어공고드는것도못먹겠지아이디어哎呀，那个眼睛真的是可以乱晃。我唱歌我唱不过他，我不跟他动表情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真的。咱们都给他们点个关注啊！我想点个关注。咱是不在不同的领域，是不是？你在唱歌领域佼佼者，咱们干表情这一块的，动不动在网抖音上也是佼佼呢。自夸一下，真开心，真开心，开心就好了。咱们可可以老师点点关注啊，咱们也是好朋友，经常玩的啊。嗯，这个吵得太好了，嗯，好嘞，喜欢就好，喜欢豆儿的，咱们给豆儿点点关注啊，是的，关注不要钱的，顺便有的没事的时候，可以老师没开播，可以来开播的时候来看一看。是的，好吧，咱们行了，那我就今天就跟葛玉老师连到这里，下次我们再玩，好吧？好的，好嘞，拜拜，拜拜，拜拜，人家唱得好，我唱得不好。别说实话行不行？一个个的都实话说的，气人呢。嗯。
谢谢傻哥啊，感谢傻哥，谢谢朱小总，感谢龙哥，感谢我红都哥，咱们榜前的咱们点点关注，谢谢我豆老大，感谢豆爷。哎呀，你唱得好啊，我知我你别安慰我了，我心脏挺大的，跟大家说啊，我哪好哪不好，我心脏挺大的，你们夸我也好的，夸不夸我损我也好，只要是我们自己家人我都无所谓。我都听习惯了。你说我长得丑了啊、嗯、这不行那不行了，你挑毛病。你毛病挑的还真不少你啊。没事儿，欠的。感谢，今天很开心哈，今天很开心。这可能呢，就是明天开始我又再加播了，因为为什么小伙伴们明天就放假了啊，也要回家过年了。也在这里先预先吧，祝所有的直播间的9166家人们新年快乐，2023年必定发大财，每天有豆的陪伴，必定快乐少不了，好不好啊，家人们？没有点个豆关注的，咱们点关注，点关注的把这小黄心点一下，一抖币加豆妹家的粉丝团，你咋这么招人稀罕呢？你咋就这么招人喜欢呢？没有办法，魅力我都说不清楚，那气质的问题，他们摸不着。看不透的，这与生俱来的东西，我怎么跟你解释呢？我解释都解释不来，他就这么招人稀罕，咋弄？我都烦死了。哎呦，出去都人家都跟你打一屁股，哎呀，真的很烦啊！每天都，哎呦，成千上万的人都来看我，我真的都不想让他们看。真的烦死哎呀，咱们点关注啊，加粉丝团又嘚瑟了，没有办法，就是招人稀罕，怎么办呢？你说说对不对？就这张脸就长得就喜庆，就讨好啊，就是就光宗耀祖啊，谁要娶回家那绝对旺夫，不旺都不行，就算你之前欠一屁股饥荒，把我娶回家了以后，饥荒都还清了。嗯，气人不？气不气人？明天还播吗？明天我改家播，小伙伴们下都那个啥了，都回家了，所以说我这里我不好操控啊，那大电脑的、大屏幕的，咱也不好弄。不好弄，所以说呢，我还是改家播嘛。改家播呢，地方小一点，嘚瑟的没有那么厉害，咱们是小幅度嘚瑟。啊，同意不？但是春节期间呢，有的时候我想播一会儿，我不想播。春节期间你们稍微给我就是让我放飞一下自我，出去，年底了，都外面打工的可能有的都回来了，让我跟老头们什么相一相亲啥的。放个咱们一天假两天假，让我出去吃溜滑，行不行？同不同意？那终身大事也得要，对不对呀？让我打野去啊！真的是有不标美，快要香了，快要相亲了，快要他们都从外地回来了，我们马上就要相老伴儿了。啊，批准吗？批准儿的打批准儿。啊，那终身大事儿的，你们都欠欠的，饱汉不知饿汉饥，我这三十来年白过了，是不是啊？啊，那你们那边撩的火热，我一个人抱个枕头睡觉都不行了。啊，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懂，行啊哈，哎呀，感觉家里播方便一点，那就不用别人抄。豆妹儿真想把你娶到我家里来，哇，豆妹儿真想把你娶到我家里来。这句话你好像说了好多好多粉丝们的心声，他们都想把我娶。都是捞不着，那你说你是怎么办？对不对？哎呀，哎，没办法，这就是有这个魅力。哎呀，这气人。行了，今天就差不多了，我要回，现在我差不多下播啊。
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得收拾收拾。然后小伙伴们一起亮个相吧，好不好？我一个人啊，一起亮个相吧。然后感谢这么多小伙伴们默默的在后面的助力跟支持，真的啊，做了很多的工作。年后的话，希望豆妹儿还有一个更高，有一个更高高往高处飞一飞，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来一个节目，快来了吧！谢谢大家！感谢所有的哥哥姐姐们，谢谢大家的助力！陌生的地方，谢谢你们每天不离不弃。呀，我文哥来啦！文哥年后过来。等我正式开业的时候，你文哥一定要到场，让大家见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文哥老大，感谢感谢，谢谢文老大，感谢我榜一，我的徒弟朱小总，谢谢榜二，龙哥，谢谢红豆哥，感谢我叶子姐，谢谢偶遇姐、沙豆姐、应季姐、小鱼姐、婵玉姐、用户九四、野毛哥、梅姐、佩尔、刘一手、丽华姐、毛胡子哥、智慧人生姐姐、天上飞的姐姐，谢谢大家。拜拜，文哥，文哥，感谢文哥，文哥，那我就下了啊，拜拜。